现在喝的挺少的，挺舒服的。就光这个这么一个走下来就多少路，感觉看着还挺高的。还好这两天下雨，最后广州这边没啥事儿。要不然你看这么深，如果它要是泛水的话，这个水往低处流，其实还是要考虑这个问题。坐地铁的话，下雨特别大暴雨的时候，也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。看他有没有出事儿，出事儿了，如果刚好倒灌进地铁，是有一定概率的。虽然不是小概率事情，就得各种跟那个飞机出掉下来是一样，就得好多事儿攒在一起。如果它又下大雨，然后又冲毁了哪里，然后导致它短时间内水特别多，然后呢，如果它又刚好就是地铁这边没有容积，就是倒灌进来，然后就是反正以前是郑州地铁还是哪里就出现过，所以下的发大水也淹了那个地铁里边的车厢，然后就给淹死人了。你看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深，你走了一节地铁以后又有一节地铁，我一直走了一个电梯又楼梯又有一节楼梯，虽然这个还不是很深，刚刚那个不深。